吉尔哈朗的大附近还是没有好转吗？ 昨日，乌塔纳跟我说，想让林丹的多罗府邸许给吉尔哈朗，只怕他是撑不了多少时日了。那便用了吧。多罗府邸本就是他妹妹，许给吉尔哈朗，合情合理。 可是心爱的人，那是别人替代不了的。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就好像苏泰，纵然旁人都说他跟你有七分相似，但他也不是你。你都知道了。你这个笨女人，竟因此事。 如此介意，我本打算到年底，等察哈尔的事有了眉目，便顺势。如今见你这般，便老实跟你交个底儿。我已替舒兰和乌布里物色好了人，到时候直接发派他们出宫去。可是，他们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啊。 再说了，堂堂大金国汗，哪有把妻子送人的道理啊？更何况，他们还给你生过孩子呢。那又如何？你不用为此事纠结，我不是说过吗？万事由我，别想太多。我告诉你这些呢，就是怕你为苏泰之类无关紧要的人，在心里不痛快。 这的确不是乌塔娜，这是乌塔娜的妹妹，叶赫那拉苏泰，也是察哈尔林丹的。
那又与我何干？她是你在不久之后要续娶的女人。我想请教父亲，这是您的好心，还是大汗的旨意？这是乌塔纳的心意。 这是乌塔纳对你的一片痴情，我知道你可能很难接受，但是这的确是乌塔纳生前最后的愿望。他要你好好活着，他要你继续幸福下去。 怎知他的心意？人在快要死的时候，不会为自己的死而感到难过。心里牵挂的，只会是他深爱的人。不求别的，只希望他能够过得更好。我只能告诉你。 这济尔哈朗在家待了半月，到底是振作了？这几日按时上朝议政，没任何不妥。娶苏泰的事情，你跟他提过吗？说过一次，没有起出那么反感，似乎是默认了。有件事我想与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今日郭勒图所臣。 接囊囊福晋抵制圣京，你说把囊囊福晋许给代善可好？囊囊福晋生性豁达开朗，而且他还有1500户的财产，将他许给大贝勒，倒是很适宜。只不过放心，我去跟二哥说。 此女乃是林丹八大福晋之一，二哥为何拒绝呢？林丹的八大福晋固然是好啊，可是这囊囊福晋财产太少。<笑>你是嫌他穷？<笑>如果大汗当真要把林丹的福晋其中之一赏赐给我的话，那我便要了那。 多罗福晋尚未到圣京，二哥如此喜欢，可是毫无道理啊！这些事情你我二人都心知肚明，又何必再绕来绕去呢？啊！哼，我代善此生并未求过你什么，但我这回便求你一次。
我要苏泰，可是二哥，你来迟一步。我早已答应吉尔哈了，把多罗福晋许给他了。那我就再说一次，我要苏泰。 叶赫那拉苏泰乃是吉尔哈朗过世妻子的妹妹，单凭这层关系，他便有优先选择的权利。更何况，早在一个月前，我便答应他了。我让过你多次，可我未必次次让。 处处比人迟上一步，比之当年楚英或是阿玛，你谨慎有余、魄力不足的性子，注定要不起他。我倒想问问，这尘世当中，又有几人可以懂我代善？这苏泰确实代替不了他。 可实不相瞒，这苏泰身上有我难以寻到的他的影子，这很难得呀！啊，清醒些吧。就算跟你要到苏泰，又能如何？你屋里这样的女人还少吗？ 先是叶赫那拉姬兰，再是叶赫那拉苏本珠，就算现在再来个苏泰又能如何？就算你把全叶赫的女人都娶回去，又能怎样？她是独一无二的，谁也取代不了。是啊，她是独一无二的。 可是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呢？你以为你把乌布里送给了内大臣战图谢图，就可以在这跟我振振有词吗？大汗，大汗和大贝勒。 是否还需要添酒啊？哼，没错，你心里还真是忘不了东哥呀。可事实呢？你早就把东哥给忘了，就拿走了。 他还记挂着你，有人，我该怎么办？要不要把苏泰许给戴珊？我不知道，也许你早已有答案了，为何还要来问我？ 苏泰不比姬兰，不比苏本珠。你是害怕
代山对一个酷似东哥的女人好吧？是害怕苏泰得到你所拥有过的东西，害怕苏泰成为布喜亚马拉。我是在害怕他最终都不肯放过自己。严道察哈尔汗王额哲要向大汗进献传国玉玺。传国玉玺，嗯，这将会把大汗推上一个更高层的台阶。也许大汗称帝的日子就要到了。可是姑姑你知道吗？大汗这次似乎迫不及待想要得到那枚传国玉玺。他竟自己带着兵马去到平卢堡与十四爷会合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汗如此耐不住性子，就是当年继承先汗的汗位也是那么笃定悠然的以退为进。说到底，大汗只不过也是一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男人。只是姑姑，他这次带去的女人竟然还是他。你这到底是为了看玉玺还是为了看苏泰啊？你猜呢？这一次平日里息事宁人的代善竟然毫不让步，我遣人几番催问，他竟然还是拒绝迎娶囊囊父亲为妻。想必他还是惦记着苏泰，你说呢？瑞亲王觐见。叩见大汗。辛苦了，都起来吧。谢大汗。摩尔根代卿，恭喜大汗。十四弟，来见过你新嫂子。你平日里少在宫里走动，想必还没有见过她。这位新嫂嫂好生面善，不过也难怪，科尔沁格格大体都长得不赖，大汗真是好福气。不是传说
这秦传的玉玺被摔碎了一个角，后来用黄金补上了吗？这写的是什么？好像是至告之宝。至告之宝。你们可知秦始皇御制的传国玉玺刻的是什么字？不知是何字，只是听说好像也是篆文，乃是李斯亲笔所写。是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八字。安德林，在。大汗，受命于天，得传国玉玺，既寿永昌。大汗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今日大汗在营中设宴，与众人同庆，我代善先敬大汗一杯。这第一杯是敬大汗得传国玉玺，受命于天，我代善先干为敬。好好好好好好。这第二杯，恭贺大汗收得察哈尔部下，乃与民同庆，代善再干一杯。好好好好好。好了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这酒不要喝得太急。不，这第三杯我必须要敬你。这第三杯恭祝大汗与林丹的纳木中囊囊附近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，我代善再干这第三杯。大汗，大贝勒不胜酒力，臣弟先送大贝勒回营。我代善没罪。代善，不要太过分。说过，未必要听你的。戴山，你莫要后悔。
也看到了，我可以等，但这都两天了，他还没来。这不是去传召了吗？他会想明白的。他只是一时冲动罢了。一时冲动，恐怕不是吧？不过我说了。可以等。报！别呐喊，萨哈连来为大贝勒求情。我传召的是戴善，怎么来的是萨哈连？不见！虽然你与戴善的意见相左，但他毕竟是你兄长啊。况且，这萨哈连已经来求情了，必是带着他父亲的意思。虽说这次代善做的是有些欠妥，但是让萨哈连回去好好劝解便是了。回大汗，福晋，大贝勒起初称小阿哥护赛得病，无法奉召。别绕弯子。说，大贝勒已私自返回圣京，旁人劝阻不得，岂有此理！告诉萨哈林，他是个孝子，可他有个不争气的阿玛，让他给我滚！是。如何饶他？不会的，他不会的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皇太极，我怎么能看着我最爱的人要杀我最亲的人？这叫我情何以堪啊！快起来！我不起。我曾给你允诺，你此生不许再归任何人。你今天却为了戴善下跪，他对你而言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屈膝下跪！
你又赢了。我知道，如果你不松口，戴珊必死无疑。我求你，算我求你了好吗？他是他自己送上门来找死。他根本就是不想活了。我就是不想活了。深宫当中最亲近的弟弟，可现在呢？他是这圣京城的大汗，他变了，他变得让我好伤心。是舍不得我死，只是现在他舍不得让我这么轻易的死，他想把我囚禁在此，他绝想让我生不如死，他想让我生不如死。去找他，你让他干脆把我给弄死，现在就把我给杀了。我戴珊戎马一生，铁骨铮铮，怎么可能苟且存活在这儿？不过让我死也好。最心爱的东哥，我见到他会很开心的。你知道我多想见到他吗？所以现在，他必须得马上把我杀了，让他杀了我，让他把我杀了吧！你现在倒是有骨气了。已经晚了，太晚了。你有问过他吗？你有问过东哥吗？在你将他一次次往外推的时候，在你对他说你根本没有选择的时候，在你口口声声说要给他幸福，却根本不懂他真正想要的幸福是什么的时候，你问过他吗？你现在这个样子只会让他更失望，你醒醒吧你！啊！我会让东哥更失望。他还会对我失望吗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记得东哥
最喜欢吃的江南香藕吗？如今，东哥吃不到了，你是否愿意替他尝一尝？这是不是他爱吃的味道？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戴珊？就算是为了东哥，你也要好好的活下去啊！为了东哥，你也要担起一个大贝勒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几日便是皇太极，不，皇上的登基大典，必定有诸多的事情要处理。你们在他身边的人，一定要提醒他注意休息，知道吗？是，奴才记下了。好，没什么事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妹妹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，不不不，太，给大福晋请安。大福晋这称呼，可不敢当。姑姑过谦了。许多年以前，我也曾像他们这般排斥接近皇太极的女人，只求维护住自己最后一点尊严。如今时光荏苒，这已经不是我当年在梅花树下见到的那个稚嫩的少女了，而不母不太如今也失去了过去的青春跳脱，只让人徒增厌恶罢了。我绝对不要变成他们的样子。
哈日朱拉给皇后请安。你不跟姑姑争？姑姑，大清朝的皇后只能是你的。哈日朱拉，为什么？累了，我要回去补觉了。若无其他事，哈日朱拉就先告退了。因为从此之后，皇后是你的，但是皇太极永远是我的。纠缠，我站在缘分这端，遥望着爱情彼岸，不寂寞不孤单。思念裁剪不断，惆怅里还乱，悲喜放一旁，真心一人一半，爱要用一生浇灌。要绕多少弯，离合悲欢，聚或散，我多想陪你把谎言看穿，心兜转不变幻，多少期盼，多少感叹，这世间有多少爱被流传，长路漫漫要绕多少弯，离合悲欢，聚或散，我多想陪你把谎言看穿，心兜转不变幻，多少期盼，多少感叹，这世间有多少爱被流传，精彩的爱叫做平凡。